动了，很想跳舞的。Hello 啊，今天因为出来工作啊，那我就带了很多随身的东西，然后全都是我自己的东西，我是觉得都是很有用的，这是大方的推荐给你们。首先是酒精棉嘛，肯定都会带的，对不对？防静电喷雾，喷了以后就不会有静电。还有这个，这个是很厉害的。我记得我在演话剧的时候，大概要演2个多小时，演到后面，有的时候会有点达不到那个嗨点的，因为下场戏可能需要很嗨的那种，然后我就会拿这个出来，就是那种薄荷的，然后就薄荷一下冲鼻子，眼睛都亮了。还有这个，看看我的下颌线厉害的很，对不对？下颌线是这个，然后这个是眼部的，但是这个也可以，你想推哪推哪，推这儿也可以，推这儿也可以。还有就是因为我要穿高跟鞋嘛，我就带了这个。如果你穿高跟鞋后跟啊打脚的话，就贴一个这个。当然还有晚礼服，就会有防走光贴喽，就不用这样。这个我有2个，这是干什么的？揭晓答案，因为觉得一下就很想跳舞的。这个就是洗脸的时候啊，水就这样会顺着这流下来。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呢，就会流到袖子上，对不对？但是有这个话，它就给你挡住了，除非你从这儿灌水进去。看，油是不是很有用？好了，我已经分享完毕了，接下来我要准备去卸妆了。